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波哥。今天到街上拿了个快递，是我给香香买的一件衣服。她今天过生日，正好她的衣柜里面少那么一两件衣服。走，拿回去给她吧。在干嘛？搞豆角。晒豆角干。又晒豆角干啊？不晒你知道玩不？来，给你个好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给你买一件衣服的。很淑女的一件衣服的，你喜欢买可爱型的，我给你买淑女型的。我什么时候喜欢可爱型的？你放。什么粉红色？越老呀越穿粉红色。我来看一下，波哥，看看你的眼光行不行啊？收拾快递，哎，还是白色的衣服要的啊？不是给你做事穿的哟，是给你平时不做事的时候穿的哟。看样的样子跟颜色哦。嗯。你个铁公鸡怎么想的还给我买衣服呀？你过生日我不给你买衣服啊？如果再不给你买衣服的话，粉丝朋友都看不过去了，天天说你就那么一套衣服。其实我很多衣服真的，但是就是我干活的时候，有些衣服它穿得很不方便，然后有些衣服又不太防晒，所以我挑来挑去，哎呀，就觉得那几件衣服干活穿得比较舒服一点。还是我的解放鞋穿得最舒服吧。花多少钱买的？我觉得这衣服好好看哦。200块。这么贵吗？198。那不是几个月的私房钱就没了啊。哇，这个衣服还可以哦，看起来就是白色的，然后都是裤子是吧？要不试一下，试一下去洗一下吗？先试穿一下再去洗嘛，那万一不合身呢？我来穿一下看啊。稍等我一下。哎呀，可以啊！哎呀呀呀，就给你量身定做的，穿的舒不舒服？舒服，裤子有点长，但是我感觉这个衣服的质量看起来蛮好的样子啊。可以吧？这个衣服好凉爽。高兴了吧？今天高不高兴？你应该多买两套，就更加高兴一点，知道不？他这个还有个更红的鞋嘞。多买两套，你要对我好一点哇，零花钱宽松点哇。你眼光还可以啊。是的，给妈妈看一下。好好买妈妈。好。好好回来。好漂亮啊，这个衣服这么漂亮。我哥的眼光很好的。是吧？舅妈也是好看，妈妈也是好看，我也感觉挺好看的。应该这个衣服穿起来应该挺凉快的。对，它好薄好薄，但是它是两层的，所以不会透，知道吧？这个地方透风。不是给你做事穿的啊。做事穿这个衣服，人家没要命，踩一脚不是要摔跤吗？这个玩一玩穿还差不多，知道不？还可以，给你点个赞啊、哦！喜欢就好啊。必须点赞，去买家还有谁啊？吃豆角吃吧，那个老的豆角，我们都剥出来，晚上来炒辣椒吃。穿新衣服还不凉快啊，还坐这吹电风扇啊。新衣服的裤子这么长，你别看它好像很薄，只是眼见薄，实际上很厚，穿起来还真有点热。宽松凉快吧，应该。你看看我记得蝴蝶结，就你刚刚记得蝴蝶结，我记得多好看，你记得多丑，要好好学习。差不多嘛。不然下次我要玩手机，好累，你知道不？豆角干熟了，我去晒豆角干，你去不去？咬掉了，刚刚摘豆角的时候好痒啊，都一颗一颗的。那我去摘豆角干了。